同桌一百，祝你考试一百，满意一百。同学们，你们好，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谢老师。好了，同学们，上课。起立，老师您好。同学们好，请坐。同学们，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来学习人教版部编教材小学语文三年级上册的习作写日记。这次习作的内容啊，就是要写日记，了解日记的格式，养成写日记的好习惯。日记就是每天都要写，每天都要记，一天不记就不叫日记了。你今天写日记了吗，孩子们？以后啊，我们的每天都要把当天的内容记录下来。和同学们交流一下，写日记有什么好处呢？日记里可以写些什么呀？日记的格式是怎么样的？我们每一位同学呀，都要准备好一个日记本，开始写日记。坚持写下去，你一定会有大的收获。那同学们，谁来说一说，写日记有什么好处啊？根据你的理解，来说一说，写日记有什么好处？小树，可以记录你的童年，长大以后再看你的日记，就知道你以前做过什么事情。可以记录一下自己的童年生活。冲宇，你来说呢？我觉得写日记的好处是，回来万一记，你写了这篇日记后，日记上的字不会自己消失，等你长大后想知道你童年的生活是怎么样的，可以翻开日记本仔细的读读，就知道你童年的时候干过什么。长大后可以翻自己的日记啊，我小的时候做过这些事情，是吧？写日记好处非常多。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写日记有什么好处啊。日记呀，是我们每天生活感受的记录，坚持写日记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情，还可以提高我们的作文水平，对不对？日记里都可以写些什么呢？那你认为你的日记里要写些什么呢？涛涛，看到的、想到的。把每天听到的、看到的、想到的写下来。你呢？还有吗？你来说，小鱼。把每天有趣或不开心的事情写下来。把每天有趣的或者是不开心的事情写下来。那我们读过一本书，感受到了什么，可不可以写进日记里呢？也可以写进日记里。看看。日记的内容啊，来源于我们对生活的观察，因此可以记事，可以写人，还可以写物，可以写景，也可以记述活动。凡是自己在一天中做过的，或者看到的，或者是听到的，或者是想到的，都可以以日记的形式来写下来，都可以作为日记的内容。我觉得他这些写的还不够完整，就好像我们的读书完毕以后就可以写什么呀？读书感受。对，这个读书感受也可以作为日记的内容。好，让我们来读一读日记里可以写什么。日记的内容读。来源于我们对生活的观察，因此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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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可以
凡是自己在一天中做过的，或看到的，或听到的，或想到的，都可以是日记的内容。真不错。那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日记的格式。日记的格式，我们来看一看书中这篇日记。开始呢，要写什么呢？写这篇日记的日期和天气。写日期的时候，我们不仅要写出几月几日，还要写出星期几，要写出天气情况。那你所了解到的天气情况都有哪些？孩子们，有晴，有阴，就像今天是什么？雨，对，还可以是大风等等，这是天气状况。先写好日期和天气以后啊，下面就是写正文部分，可以写一个自然段，也可以写多个自然段。每个自然段的开头都要怎么样的？空上两格。当然了，我们要说一段完整的话，或者是几段完整的话，都要有时间，还有地点，还有人物，还有做什么，是怎么做的，最后的结果又是怎样的，正文一定要注意写好。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篇日记。谁来给大家来读一读这篇日记？涵涵。8月20日，星期二，晴。好了，在这里呢，在日记的第一行要写上年月日星期几及天气情况，这是日记的格式。接着读。早上起床时，我发现那颗松动的牙齿更松了，我想把它摇掉，可是左摇右摇，牙齿就是不掉。好的，在这里呀，左摇右摇写出了我一心想把牙弄掉的心理。你说这个用词用得准确吗？用得非常的准确。接着读。哎，怎么办呢？这颗摇摇欲坠的牙齿让我感觉很难受。晚饭前，我忍不住又去晃动它，晃了几下，啊，终于掉了。终于掉了，这个感叹句写出了我牙弄掉以后高兴的心情。接着读。妈妈把我的这颗牙齿洗干净收起来了。嗯，好，请坐下。那现在孩子们，这位同学写的日记啊，我要问一问了，这位同学写的日记主要内容是什么？小雨。写的是他那颗已经松动的牙，想把那颗松动的牙给甩下来，给弄下来，给摇下来，给甩下来。好，那他弄掉这颗牙齿的时间是什么时候？是8月20日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对了，从他日记的格式第一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对吧？对，请坐下。那一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？大家一起说。晴。对，晴。当时作者把自己的牙齿摇掉的是以后心情如何？当时开心，很好。哪一个词语可以说明？哪一个词语可以说明这个啊？终于说明他的心情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在摇掉之前，他的感受是什么？难受。难受。妈妈把他这颗摇掉的牙齿是怎么处理的？对，洗干净收起来。你看看这位小同学的这篇日记呀，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再翻看起来就非常的有意思，能记录下很多很多的信息。
现在让我们来读一读这位同学的日记。谁先？我们大家先练习练习，待会儿我指名同学来读。好，小鱼来给大家读这篇日记。三月二日，星期六，晴。这是一个阳光明媚、春风送暖的日子。我和妈妈一起到乡下外婆家去玩。一进门，我就看见墙角的草窝里，一只芦花母鸡一动不动地蹲在那儿。我好奇地问外婆，芦花母鸡生病了吗？外婆笑着说，傻孩子，芦花母鸡正在孵小鸡呢，再过几天小鸡就要出壳了。我真想亲眼看看小鸡是怎样出壳的。读得非常棒。那现在老师根据这篇日记，老师要问你了，这篇日记写的时间是3月2日星期六。说完整啊。3月2日星期六。当时的天气情况怎么样？晴。从哪个句子也照应住它的这个天气状况的？这是一个阳光明媚、春风送暖的日子。这个主要人物是谁？我。我，是吧？还有谁？外婆。外婆到外婆家去玩了，所以主要人物有两个。那我看到了什么呀？把我看到的找出来读。一进门，我就看见墙角的草窝里一只芦花母鸡一动不动的蹲在那儿。芦花母鸡一动不动的蹲在那儿。于是我产生了什么样的想法？好奇。对，有一个词语好奇。那又对它的语言进行描写了，是什么语言？大家一起读。外婆，芦花母鸡生病了吗？那外婆回答说什么？傻孩子，芦花母鸡正在找小鸡呢，再过几天通过语言的描写，就是对话的描写，我还知道了一个小秘密。那就是什么样的小秘密呀？芦花母鸡孵小鸡，再过一些天就会出壳。你说这就是来记录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，这样的日记以后翻读起来该多么有趣呀。我们再来读一读这篇日记，自己来读，先试试。好，谁能给大家来读一读？小树，你来读吧。9月11日，星期二，天气晴。我以前是个城市的孩子，可是今天因为馋嘴而撒了谎。放学后，我拿妈妈给我买红领巾的钱买了一只雪糕。回到家，妈妈问我红领巾呢，我紧张地说丢了。妈妈说，你真粗心，我没敢吭声。临睡前，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，一闭上眼睛就好像有许多红领巾在对我说撒谎撒谎，
不害羞。思前想后，我又爬起来对妈妈说，对不起妈妈，我把你给我买红领巾的钱买雪糕吃了。妈妈说，撒谎不对，但是知错就改，还是好孩子。这一夜我睡得特别香。嗯，好，通过这篇日记我们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？知错就改的诚实的孩子。相信这位同学以后啊，再也不会做这样的撒谎的事情了，对不对呀？孩子们，日记呀，是每天要记的。那现在同学们，请翻出你的日记本，我们来读一读自己的日记，来一个个人日记展示。好，张思辰先来读你的日记。2018年7月1日，天气雨，数星星。夏天的夜晚，我坐在院子里，望着天空闪烁的星星，一闪一闪的，就像一只只闪亮的小眼睛，真漂亮。我心想，天上到底有多少颗星星？一颗，两颗，三颗，我不由自主地数了起来。我看着星星，星星也眨巴着眼睛看着我，像是在跟我说悄悄话。我问小星星，你们到底有多少个兄弟姐妹呀？我怎么数都数不完。小星星说，我们有好多好多，遍布在浩瀚的天空中，一起守候着月亮妈妈。哇，守护着月亮妈妈，这是多么美丽的事情啊！我也要像小星星一样，守候着我亲爱的妈妈。嗯，真好。我觉得呀，他自己观察星星，而且拟人化、童话一样的和星星还对话呢，真不错。好，刘令涛来读一读你的日记。2018年7月23日，天气晴，皮皮鲁和魔方大厦。看完这一本书，我认为这应该叫莱克和魔方大厦，里面都没有写上去皮皮鲁，一点都没有。这里也有不少好词好句，比如而他们赛马的方式又很特别，五花八门，应有尽有，而且他写的也非常好。我认为小朋友们都应该看一些童话，关于童话的书。嗯，这是自己的读书心得，通过读书积累到了许多的好的词句，真不错。尹冲宇来读读你的。2018年7月30日，星期六，天气晴。前天是我这个月内最快乐的一天，那一天我和我的好朋友李令涛一起去蓝宝石水上乐园玩了一天。上午我们泡了温泉，在外边玩了滑滑梯，有两个非常好玩的滑梯，水是斜着喷下去的。玩了一会儿，我发现只要趴着就不会呛到水，不知道的人只能被呛到水，哈哈，真好玩。嗯，确实到水上乐园玩得特别开心。小树来读读你的。2018年7月31日，天气晴，暑假生活。转眼暑假已经过了一半，剩下的一个月争取早日完成作业，这样就可以多读书、多运动、多预习下学期的课文，为下学期的学习打下好的基础。我知道3年级的学习会很困难，听妈妈说1、2年级在班里是尖子生，可能到了3年级的时候就学习不好了。希望3年级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更好的成绩。真是一个爱学习的孩子。小鱼来读读你的。2018年7月10日，行，当个小模特。
今天我写完了作业，迫不及待地奔向妈妈的房间，把妈妈的衣柜打开，挑了一条白裙子穿在了身上。当我走向镜子的时候，又发现一双美丽的鞋子。再转了三圈，终于心满意足地走到镜子面前。哇，镜子里的小公主是谁？那位小公主真的是我吗？我在心中暗暗想到。试了这件衣服，我又开心地拿出其他衣服穿在了我的身上。爸爸下班了，他想看看我在做什么，于是就走进房间。他看了看我，笑着说：呀，我的妞妞长大了。他说完，我也哈哈大笑起来。妈妈也下班回来了，她看见我这身打扮，说：嗯，很好看嘛。然后我把衣服脱下来递给妈妈，妈妈说她很喜欢我的搭配，我高兴极了。啦啦啦，我是一个小模特，啦啦啦，哈哈，我是一个小模特。嗯，真不错，多么好玩啊，拿妈妈的衣服套在自己的身上，就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模特，非常有意思。涵涵，来读一读你的。2018年8月3日星期五，天气晴。我的红小豆，红小豆在我的精心培养下长成了一颗颗健壮的红小豆苗。红小豆苗绿油油的，而且叶子还嫩嫩的，非常非常的可爱。刚种的时候我等了一天没有长出来，等了两天还是没有长出来，等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又跑过去看，那长出来了一颗颗红小豆的幼苗。瞧，它们个个低着头，像是受罚了一样，有趣极了。我每天一有空便来到阳台看一下我的红小豆苗，两天浇一次水，太阳公公照耀它，水姑娘滋润它，红小豆一天比一天高，一天比一天壮。我喜欢我的红小豆。真的非常美的一篇观察日记，非常棒。孩子们坚持写日记呀，你会有非常非常大的收获。好了，这节课呀我们就上到这儿，下课。起立，老师再见。同学们再见，请坐。